啊，看到青蛙想到，对呢，我可以玩光遇诶。其实这伺服器已经没什么人要上了。早安啊，哎，棉被猫早，白文鸟早，青蛙早，哎呦奈，然后被剩，瑞木早安，要盖什么？哎，我其实想盖热带鱼塔，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东西啦，它只是省去掉我去捞热带鱼的步骤。你想盖盖看吗？因为其实之前以提想养龙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对热带鱼不熟，所以我那时候马上临时去爬说热带鱼的生存机制什么的，就温带海洋跟那个嘛长鱼洞窟。但是它就很特别，是长鱼洞窟是只要是长鱼洞窟环境，不管高低都一定会生热带鱼。所以呢，我这几天这三天就是好好恶补那个热带鱼的生存机制嘛，然后还看了一些影片怎么盖的，但是有分什么1.7前版本的，还有1.8之后版本的，然后就嘿就是看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设施啊，我咦，这箱吗？哦，我去拿了，我去换了一些玻璃，想说要开盖的话，好啊，你吹一下头发，还有，危险呐！啊，有没有发现我的滑鼠不对？哎，红冠之后，他设定每天都给我跑掉，我每次都要去设定。哎，那我去设定一下好了，等一下哦。好了，我滑鼠回来了。红仔安安，爱什么 ？Q I U S A N G 七安安。哦，雪莉安安。啊，还要带什么？哎、欸，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们的那个啥挖光体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普通方块盖了？多到有剩，莉莉安安，没错，那个没意义设施啊。那这么多不盖要拿来干嘛？不对。补钙拿来挡灰尘，岩浆球啊，然后拿什么颜色啊？1234123412345678个。然后要拿，想一下哦，泥土灵魂沙，好，我先去开台房好了，等一下。海带，是。
繁星好久不见，你是谁？久到我也认不出来了，所以你是谁？没到好久不见吧？我的天哪，你才月初订阅我，还是你是从 YT 来的？看了你7月1号点下追随的，久违开台哦，10天哦 ，Hello， 哎，真的好久不见。哦，拜托，也没久违开台，好不好？2、3、4，没办法，最近晚上想睡，可是又因为那个宝可梦的关系，舍不得睡。爱无名安安，爱舍不得睡，再来是那个啥，因为宝可梦我设定啊，我7天之后，就是他们都有签到7天，等7天之后再改个时间，不然它影响到我睡眠。我现在白天也不太好睡啊，已经不是热的问题了，是小孩子的问题。没办法持续跟台，哎，没事啊。波猫安安，大分 egg 吗？那什么意思？什么蛋？你是什么蛋？看一下，我们盖这边好了。别看我这样，我其实私下我都有在喂这些死家伙啊。我把颜色都改掉了啦，我把白色龙源给拿掉了，不然升到都长得像蓝色龙源的，心情很差。教主君的目标是，盖热带鱼塔，盖热带鱼塔。几层级啊？1、2、3、1、2、3、3、3、3，九个。没有，其实这个东西我是想要在想说要不要私下盖，因为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没盖过，因为不懂热带鱼是啥小。看一下，我记得是 A 层吧。我看还有那今天刚刚讲说，挑一个你觉得最可爱的方块来盖。哎，后面头发长长了啊！发现有某些牌子的洗发精、洗发露，跟头发干的速度有差哎。看，64+128，63。好难得
哎，我跟你讲，我在菜达那边其实都没有在赌博的，我在那边有20几万。可以介绍一下吗？介绍什么？你是要比较容易干的还是不容易干的啊？因为我是用花王，因为花王是洗发精嘛，我想说洗发精对头皮比较没伤害。然后我发现花王洗完之后，头发很干很毛躁，因为然后后来才知道花王的配方什么的，它就是让头发很不容易出油。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头发年初吧，那时候头发已经过肩膀了，想说那时候是真的想拿去捐掉还是怎样的，于是就想说去买一个自己专用的洗发精，跟家人的分开，因为家人都用洗发露嘛。啊，后来我是到了这个月初的时候，想说试试看其他那个他们用的洗发精好，洗发露好了。用完的时候发现，哇，我的头发变得好柔好顺哦，而且吹完头发之后干好快哦。我大概吹那个头，大概我是用那个冷风小冷的小风吹，吹了8分钟9分钟就干了。啊，如果我是用我那个花王洗发精的话，吹一吹吹了12分钟还没干。我偷完哦。哎，这个很无聊，还麻子566，对，但是重点那个我就是用566的，麻子，你别看我这样，我昨天很认真的刮你的台，你看我是不是有求必应？哎呀呀呀呀呀，干，怎样？没怎样啊，我是不是有求必应啊？你叫我就出现了。我第三人称视角，哎呦，我让你有被需要的感觉，有感受到，谢谢你。你很久没看到点数，还是你想要花掉？你想要花掉吗？随便开个赌盘，就反正就赌你那边输就好了。不管你压什么，赌你输就对了。啊，菜渣没出现啊，不然我想说今天有出现的话，问他，哎、欸，还是你要 GTA？ 他有，然后说泡芙，他有说啊。有不小的更新，但也没有太大。要看洗发精主打什么功效吧。是啦，但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到566上面是写说柔顺啊，因为我觉得我那个用花王之后，我骑车啊，都很明显感受到我的头发是超级炸毛的。我说不行哎、欸，奇怪，怎么看别的头发都好顺好柔啊，我的头发怎么那么大？叶子安安，哎、欸，问一下哦，如果以柔顺的话，你们有没有推什么牌子啊？我想要再去买一个洗发乳，剪掉就好了。不是，我是真的想捐哦，俺生怪了。这边几格？20、64、100，哎，可以耶，狙击手对决。哎、欸，那没有。哎、欸，60、50格啊。64。啊？怎么会没有？难道我解掉了、啊？护发乳。哎、欸，可是护发乳是洗完头要护发的，不是吗？啊，真的要护发哦，护发好麻烦哦。垂直的不算，真的假的？可是以前有哎、欸，我怎么记得以前有啊？完了，记忆错乱了吗？怎样？你是不是懒？还是我买护发乳，你来帮我护发？
赞吧。飞楼便宜好用，哎，你知道我就是想要买飞楼啊。可是有人说飞楼其实不好，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其实有看一些，说其实飞楼是不好的洗发乳。不法论法，多芬不是主打是洗身体的吗？病怀安安，好远哦。啊，如果没用的话，哦，好吧。还是我是被那个奖金争夺战骗了，因为之前不是有个奖金争夺战是要30格，高度也算进去了。台硕生医咧没用过哎、欸，我跟你讲，我们家人主打的是什么？99块可以用半年以上的那一种，家庭99块用半年的那一种，就是超伤发质跟洗身体超伤的那个。所以后来他们每次只要用那个，我就是说我不要不要，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我都这样子讲。安婷哦，以前有用过哎，好像可以，感觉很大，超大一瓶。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五个人用了半年还没用完。重点是他说什么两瓶特价嘛，两瓶特价嘞，就是买一个洗发乳跟沐浴乳。两个加起来啊，两件180，就知道那种东西多恐怖了呀、yeah. 哒哒哒是不是很恐怖？你一来就听到啥？怎么好大？哎，沐浴乳跟洗发乳啦。因为就讲了嘛，其实我从以前我们家给我的观念就是，哎，就是其实跟很多人的观念都不太一样啊，才导致说我后面其实在改掉这些，你懂吗？就是从小的灌输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后，就觉得会觉得我是异类。爸友们跟我一样啊，就是家庭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比较节省还是什么的。就像啊，有一次我们这一家不是花妈跟橘子吵架的原因吗？就是因为花妈什么都想省，啊橘子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不必省，啊于是发生了家庭革命。海伦仙度斯，哎，所以我现在是在海伦仙度斯跟飞楼啊，还有潘婷吧，这三个好了，这三个我们来做选择。有什么是头发看起来会比较油亮，就像给狗狗吃枸杞，然后吃了半年之后，它的毛会非常非常滑顺漂亮。很煎熬，哎，所以我那时候也才跟你们说，其实我真的很努力在改一些东西。哎，自己讲而已啦，没事。哎，干利恩，你昨天狙击到我了是不是？啊，摩卡他直接说你被狙击了，我就看了一下啊，看怎么是你狙击到我。利恩，你认得出他是谁吗？那个跟你打招呼的，你认得出来吗？香香的又好用，那是什么 FARFDN 啊？是不是要去那个啊保养买啊？
可是我跟你讲，可是但是洗花王对我来说比较，我自己比较好的感觉是因为我头发很容易出油。我自从用了花王之后，我可以三天都不出油，哎，我就只要洗身体就好了。不然以前用那些洗发露，我每天都要洗，头有够油的。你反而566比较顺。566是假，就566的步伐啊，斯波奇也不错。哎，请问在场这些都是女生吗？你们在跟我分享？哎，不是，我也没有说歧视男生啊，只是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头发留长之后才去注重头发这一块嘛。护发用奥宝，啊，我好懒得用哦，头发已经很长，慢慢弄，所以造成说我后面很洗澡很不想洗头。我终于懂，我那时候讲嘛，我终于懂了女生为什么都不喜欢洗头的发那个原因了，就是看一下，嗯，没有油，嗯，还不会臭，嗯，那今天不用洗头了那样。手工肥皂，哎，你知道以前我不是说我都是做卖场的嘛，或是超那个便利商店的，有一个阿伯就说，请问你们有没有那个什么南桥肥皂，洗衣服的啦？我说有啊有啊，在这边，然后就买了四五个，然后跟我推说，阿力，你知道这个东西洗身体哦，超好用的什么的，我就看了一下，我说阿伯，这个是，我说阿姨啊，对不起，要讲好一点叫阿姨吗？阿姨，这个是洗衣服的的。他说没，这个跟你讲洗身体更好更舒服啊，洗得超干净的，很舒爽。对啊，我反正在后面洗身体不用三分钟啊，洗脸也不用两分钟啊，洗头搓半天搓了五分钟，重点就是在拿毛巾把它搓干压干，然后也要等个快八九分钟，然后吹头发，啊，后面是改成那个啦，冷风在吹，因为我不是说我头发感觉吹起来很毛躁，后面就是开冷风慢慢吹，然后又吹了，哎，反正有人会说什么，哎，繁星今天洗澡好快哦，我就说啊，因为我今天没洗头啊。我就可以这样讲了啊！看，哎，生姜、苹果洗也蛮干的。清洁度高的肥皂，你是说清洁头皮不是吗？哎，其实，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头发留长比较容易落发？哎，不够，竟然会不够！我以为我带够嘞，够带，没了，不够，回去拿。米米安安。哎，明明你的据点都打完了吗？因为后来发现说，有些人练等是靠据点练等。我跟番茄昨天把全部据点都打完，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哎，皮肤洗建议还是不要挑肥皂皂基。对啊，我知道啊，没办法，老人家的观念嘛。很久没看到我台了，屁啦！哦，也是啦，我那天开台，哎、欸，对耶，如果我撇掉礼拜日早上的台，我好像几天没开啦，好像快一个礼拜了，哎，啊，没办法，被小孩子气死，白天没什么睡觉，晚上也没有什么体力开台，
臭小鬼。但差点换墨囊，哎呀，怎么会有人换墨囊啊？该死！世界上会掉独特吗？会啊，我昨天，哎，我掉了两个独特手啊，番茄第一个独特就是那个面具，死灵面具。你要跪一阵子，为什么？你要跪什么？暑假就轻松了吗？没有，哎，这样。我比较气的是，本来有个外甥女嘛，她22号毕业典礼，我想说哦，那我是不是再也不用去接她了？结果到了23号，我家人就说，哎、欸，去接子女了。我说啊，不是毕业了，为什么还要接？我说啊，毕业是毕业啊，但是你还是要去接啊。我说为什么？我，哎，好不容易可以睡很久，突然又被叫醒哦，然后又是一样，就是哎、欸、死光了，又是一样，就是哎、欸、不是这一间，我接了他之后，又是给我摆一副臭脸，我就想说干我有没有干啊？我就说我到底哪里欠你了？你以为我爱来接你哦？哎，不是你，没骂你。喂，喂，我声音吗？你有啊。我要带什么吗？你要带什么？带你觉得好看的方块过来。我觉得好看的方块，完蛋了。或是你来我这边拿挖光体好了。挖光体吗？对啊。还是你觉得哪个挖光体好啊？有紫色、白色、绿色，你挑一个。我是带了色吧。你带了什么？应该是紫色啊。好啊，那我就也。哎，这位是优奈啊。安安，把宝宝整理一下，乱七八糟。对，是优奈，那个很皮的优奈。我哪有很皮？想当车长的优奈。我没有想当哎、欸，那是误会哎、欸。哎、欸，我是真的很久没跟你玩哎、欸，那时候都不知道你会，你都开始可以这样讲话，我都不敢。什么意思？会掉猪肉啊什么的、啊。我没有误会，那不是我，一定是听错，一定是听错、哎。又是你妹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其实之前想盖很久了，但是之前想说啊，捞热带鱼直接去海里捞就好了。对呀、啊。但是现在开始有点懒得跑，对。想说让他们自己冲上来。你会来吗？先从鸡眼，然后其中有一个地狱门叫做热带海洋还是热带鱼，忘记了。哎、欸，你有来过啊？懒人时代，我跟你讲，人类会进步就是因为懒。你看，现在这个干这个，你先勤劳一下下，后面就可以懒。比起你每天。出海一直捕鱼，对不对？今天鱼一直跑过来，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就可以过得更轻松。干，你知道我那时候夏日的时候，我一直不盖猪人塔，就是因为太渣都盖，都设定了一个东西叫资源世界了。嗯。所以我很多东西在那边，我都是说不准盖。我觉得我有点过分啊，但是。资源世界就是来挖矿的啊！你还盖猪人塔，那谁要去挖黄金？真的？对啊。
哎、欸，你现在用什么洗发洗发精啊？我现在还是洗发露。对啊，有没有洗起来比较柔顺的？你现在不是染发要毛躁吗、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用润发的。润发露吗？我用那叫什么？还是用护发？安婷护发是吗？我有点忘了，一个黄色的软管。黄色软管，那个是护发乳吧？是事后护发的吧、啊？就是洗完头之后，就是身体擦干，把头包起来的时候用。没有没有，不是吗、就是？就是洗完头之后，然后抹上去停一下，然后再冲掉。停大概多久啊？他是说三分钟，但我都不管。你是抹上去马上洗掉了吧？也没有到马上。但是一定没有三分钟。哎，那问一下，洗脸的话，是不是真的洗完之后也要等它那个吃到那个洗面乳的效果再洗掉？还是就是像洗手一样泼上去洗掉？像照理来说，照理来说好像是要、欸，也是是不是？但是我也没有、欸。女人，你这样不行哦、喔，女人。打暴力啊，那没晒哦。你说有一个。热带的告示牌是不是？对啊，热带鱼的，就在你们哎、欸，不是你们，就过雪地的时候。过雪地的时候。对对对。过雪地。你在哪里啊？鱼子虾安。哦。有看到热带鱼了。哦，对。等一下，我还没拿。你在叫吗？我还没拿挖光体。我没有，我有。哦、你有拿了吗？我有，那我什么都没带是可以的吗？你人到就好啊。真的、喔？真的啊。我跟你讲，不能对女生太好，我要凶一点，我要跟以前一样。对女生太好都被误会了，我好烦哦、喔。哦，你好可怜，怎么会被误会？哎，不行，我对你凶了。他说啊，请问跟优奈有什么关系？没有啊，朋友啊，讲干话的朋友啊。然后我就算你倒霉，我就喜欢这样玩。他就喜欢我对他温柔啊，这样子。没啦，对我们的关系也就只是玩游戏而已啊。啊，只是你都叫我老师啊。对啊。哎，跟你讲，飞过来，你们看到我？哎，对。好，我要飞过去哦，我会掉下去哦，你要接住我吗？我看一下哦。我怎么可能？我不可能。可以啊，用滑的，用盘旋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啊。老师，我没救了哎、欸！哎呦！哎，箱子里。我降落了。箱子里。好。都拿。然后你先把，如果要好看的话，就是把这柱子做那个四个角角都补起来。四个角。对，这先交给你，我去翻中间的东西。等等，四个角角什么意思？对吧、啊？你说像这个四个角啊，鼻子往上而已啊，就玻璃这个角啊。如果好看的话，就是鼻子往上啊；如果不要的话，就是维持现状而已。我想说你要来帮，你要补的话，你就帮我补这个啊。什么意思？没有、啊，就是玻璃的四个角。对，你说这个嘛？对，这个。这两个中间啊，就往上补上来啊，一个柱子，总共要四个柱子。用这个吗？对，这样吗？不，往从下面开始补。哦，从下面。这已经是最上面了。哦，那我懂了。对，这个是随便一个稿子挖掉不会破掉的，对。你用空手也可以啊，反正挖光体那么多，不用怕啦。我只是懒得去挂一个晚上，挖光体就会爆了。那我要下去了。下去吧。好。我要下去。啊，不对，我不该下来。啊，没事，算了。我那时候在想说，有什么方块好看？后来想想啊，我们挖光体好像很多。真的。哎、欸，等一下，你等一下盖完看好不好看？不好看，你再拆掉好了。啊？怎么会不好看呢？不是。已经觉得不好看了是吗？你先下来看。亚贝，他一节一节的。真的。没事啊，先试试看啊，反正这很好敲。对
对，确实。那这个是什么？哦，龙源啊，对啊，我后面这个也会改掉啦。嗯，但是要带到上面去，还因为就直接带到上面养就好了。那一节一节的，是不是因为你看玻璃是没有一节一节？没有啊，你不觉得你先盖完吗？你先盖完是吗？对啊，你先盖嘛。好，我先盖。目前在盖什么？热带鱼农场。因为其实我刚刚有跟观众解释说，热带鱼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想过去研究它的生成或机制。是这一贴着玻璃放，就不会一节一节的，好聪明，是不是？贴着玻璃放不会一节一节？有吗？不是吧？它就是还是材质包？不是啊，它的效果就是跟那个灯一样啊，应该啊，没事没事，那肯定是会出事啦，没事啦没事啦，一节就一节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真的。这样好玻璃，这个是不是热带鱼会被这个水流冲上啊？对，所以我之后下面要放灵魂沙。然后等一下我就是要放很多，你看我深海，你看到水下呼吸吧？我有水下呼吸吗？那等一下我们来，欸，不，你会死，靠腰啊！你怎么会？该有东西没有？真的哎，我有一个时期，大家都在进步的时候，我就没有上线。哦，对，你们那时候不是自己是因为店里在忙吗？真的啊，现在终于对啊，忙的差不多了。再说青蛙吃一个，对啊，就是说最好的理想就是一个大史莱姆生出四个中史莱姆，然后四个中史莱姆再生出乘以四的小史莱姆，所以一个大史莱姆会产出16个蛙光，不是理想值啦。嘿，哎，你好，玩下去了吗？下去啊，都补啊。啊，见证它好不好看吗？想说方。哎，希望咯，但愿咯。哎呦，不知道哎，欸，撑，哦，下去可以吗？我可以吗？嗯，没有，反正后面是在上面施工做事，不会在楼下看到他。没错，眼不见我。好啦，其实远远看应该是还 OK 啦。啊，好啦，亮亮的，就说有一件来盖，伺服器里面有一件的来看，来盖。结果就发现有很多座，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好。没错，还没有这么固懒。哎，虽然说可以撒骨粉啊，可是我们没有枯工资源。感谢巫一的八个月。我记得他贴周围就是生前这样，不管是哪个方向都一样，没错。欸，不应该哦，对，应该什么？应不应该什么？不是啊，我想说两组应该是刚刚好的海带的数量啊，怎么刚刚没有显示？降下游真的是有够慢的，欸，天哪，啊！繁星有囤粮吗？囤什么粮？你是说台风了？哦，我不用怕啊。因为我最近食量很小，你都没在吃东西的。你看这个女生在担心我，你这样不行哎，不允许你这样胡乱的担心我。干嘛呢？
哎、欸，女人。嗯，你在叫我吗？不然还有谁？我想一下哦，谁愿意当女人？说不定观众很多人。哈、哦。说不定你都这样子叫观众啊？没有、欸。霸道总裁系列。不会，我会叫他们女人。我叫哎、欸，白痴们。真的吗？有啊，有说这次的台墙台不是说什么跟以前有个墙台很像吗？不是已经关了一点。嗯。特定海域，这个是这是温带海洋啊，所以是这里啊。这是嗯。怎么了？为什么这里那么暗？嗯。哪里那么暗？为什么？没有啊。我刚刚怎么了？哎，你被什么蒙蔽双眼了？真的哎，好可怕啊、哦！好可怕哦！看来我的眼里只有你了，只有你亮亮。不然怎么会叫反省？真的哎，照亮大家哎。对啊，你的忧奈也可以忧郁者忧啊。嗯。忧郁大家。可怕。好可怕哦。我应该怎么上去？去我盖到一半的这里。隔壁有那个，隔壁有那个，玻璃有个洞。玻璃有个洞。啊，不然你就是游远一点，游远一点。啊，不然你、你先放一个挖光体在海平面的一个方块，你先当垫脚踩着。然后飞起来，对啊，可以吗？你不行要跟我说，我会帮你加油。好，哎、欸，可是我被叶妹扁，扁他、啊，扁回去啊。旁边睡觉。好啊。嗯，快充灯好。给我充灯。嗯。你要我睡了吗？嗯。嗨，龟龟。需要了吗？他一定吃的啊！我吃啊！那个时候是要吹头发的时候，我就马上先冲去吃药了。啊？什么吹头发？没有，他在我的台说你今天要干嘛？哦，你现在在开台哦？没有，啊、你可以讲怪话没关系，你先尽量讲，尽量讲、啊。差点乱说话，尽量说没关系。你要说你昨天被猫咪做色色的事情的那一件事？没有、啊，我本来想跟你说是吃别的药。哦。啊，避孕药，你平常避孕药，避孕药，避孕药，这是谁做出来的垃圾东西？我刚在他家，对啊，就是有点晃啊，有点晕，吃一下那个避孕药。谁放火家、哦？在那没有，在优奈家那个。优奈家、哦、啊，在那个可是优奈刚在床上哎，在床上有点晕啊。哦、oh. ，没有，我们在玩那个啦，小朋友跳床，嗯，我长太惨，好扯哦，不知道，怎么有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算无限水源了吗？避孕药，哎、欸，这样是了、欸，没有，靠没，你们就在开，哎、欸，对，有两个避耶、欸，必定的避跟避开的避、欸，你是哪一个啊？有哪？嗯。你是哪个晕？你是哪个避？你说现在吗？对啊，现在一定是先吃避台的避啊！哦，完关台后再吃必定的避吗？对，不然如果我现在就晕得迷迷冒冒的话，我怕我会说出不好的话啊！要被没了，完了，讲完了，完了，再去拿没关系啊。箱子还有吗？都被你拿光，你再去拿，因为。他总共要八组，然后，哎、欸，我不去啊，是不是差一点点？对，我可以。因为我放在平台上，想说你要降落，可以，我可以吗？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可以什么？停在那个第一门上面。哦，可以啊，慢慢滑。可以吗？我可以耶，我好棒，我是天才。等一下，我。哎、欸，摩卡 ，Hello。等你剥帝王蟹给我吃啊！哎，感谢赠送给摩卡。那青蛙的那个在哪里？它就在那个热带鱼的附近。你看附近有没有一个地狱门？它很像被藤蔓包起来，然后往那边走。对，往那边走。看到了，还会暴露哦！
暴怒，我是易怒啦，我是有点易怒体质啊。你有吗？感觉你不会生气耶。嗯，我改掉很多啦，我以前很容易生气耶，我以前超喜欢凶人的，你问龟龟也被我凶过。真的？对吧？像是什么？自己动。我自己动。我想。就是不要等着我盖啊，自己去盖。没有，以前跟没，以前他只会玩 building game 啊。乖乖哦。对啊，他很后面才有在玩生存。当时认识蔡大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生存。你好了吗？我看到你了。我被抓起来了。抬头，抬头，抬头，抬头！啊，欸，打雷了，乖乖打雷了！你要被在哪里呀？在哪里？这里。另一面，引人嘞。不，哦，对对对，这里。跳下去，你有轻盈的话可以跳。我说啪死了。然后就对。那个叫什么？超越生死。真的，好害怕哦！自从那一次之后。就一直不敢放手。我确认一下，喔，到底来说是这样子盖啊？然后就没了。然后就没了。对，这边没挖光体给我，有一些。啊。奇怪，不应该啊！我知道为什么刚刚会暗暗的了，因为有云。哦，你不关哦？怎么关？奥体牌的话是那个嘛，选项。显示设定的云块吧，我看一下哦。动画吗？云金字不要吗？本来就零啊，不想看到云。哦，这样就没有云。哎，怎么会没有？怎么会没有喷上来？还是好像水下两个啊？干，好像是哎，因为我记得它是64以下。哎，好好好好好，找到原因了。问题不大。对。你再来要干嘛呢？我想一下哦、喔。老板叫你在这边盖好看的平台，你会盖吗？没大平台。我想收集漂亮方块。你去啊！好右哦，右桃哦。不知道哎、欸，我想要看那个绿宝石生板岩，可是那不是没了吗？有啊，绿宝石生板岩有啊，它是生板岩时期的，一直都有啊。没有的话，没有的是稀有啊，因为它绿宝石就是越低层越挖不到啊。它那个感觉是要在刚下生板也没多少的那个层数啊。对啊，就是零啊。我要去拿饭啊，一边吃。你还没吃哦？还没啊。大阿米呢？嗯，他我不知道在干嘛，我等一下顺便关心一下。他在打手。哦不。哦不。每天打太操劳了。还有什么？看一下还有什么稀有的东西可以收集。我去看那个影。看一下，麦块感觉已经没什么可以收集了耶。我已经不知道能收集什么。
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高山地区不是啊，他要去高山地区下的深板，就林那边挖。即将抵达伊利欧斯，你还打哦？没有啊，那个游戏自己玩不好耍。哎、欸，哪来那么多泥土方块？哦，在这。喂。感觉现在麦块没有目标了，就没有动力了。听起来好感伤哦。真的，没有。其实我一直都有讲，麦块的一个新的生存系列，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啊。它有个固定的周期，那个周期过了。还有寿命。对啊，还有寿命。对啊，这是我的体感推测出来的寿命时间啊。对啦，虽然说可能会有落差，就是根据每个人玩的进度的速度，但是其实就差不多，就是那段过了就掰。嗯，啊 ，low 的背景音乐好吵哦，关新的菜。喂，安南。Hello。哇，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可以玩原神了。神界还不原神啊？对不起，神界还不原神。原神启动。讲有东西。讲错游戏，笑死。玩神界，我那不会玩神界。玩原神启动啊。他也不会玩原神启动。他会。会啦。因为你玩他才不玩。不然来下棋啊，反正来学下棋。我不会，我没有下棋不难。我没有兔子的那个桌布，我不想玩。什么是兔子的桌布？你们都有啊。场地我也没有。没有桌，我有。你们好贵哦、喔。龟龟也有吧？龟龟那个不是也是兔子的吗？没有，龟龟没有。啊，你废物！还说你爱英雄联盟，骗子！我才没有爱英雄联盟嘞，我恨死他了！妈骗我一堆钱。我也是那时候为了抽波比的那个啊，那叫什么海克斯科技，抽了七八千才抽到，要他要碎片啊，白木。英雄联盟骗了我不少钱，垃圾游戏。有现在要讲英雄联盟骗钱吗？橘色骗了我不少钱啦、啊，好，但是拳头还好。干这个吗？嗯，没干嘛。我在挂繁星的台，没事找事做，对吧、啊嗯？我刚刚听繁星不是说盖那个吗？热带鱼塔吗？不是，盖好了。我盖好了，但是已经盖好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生而已。那就繁殖那个、啊。那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生热带鱼而已。我先吃个饭。嗯，还是要在网上。如果你热带鱼塔盖好，我就可以来搞那个了。蓝蓉、就是、搞啊！到底是为什么啊？到底你想搞蓝蓉哦？为什么别人的盈利可以一秒就审过啊？我的审核就要比一般再多一点时间。我还没挂到时间、哦。我就说那个超吃运气的，你都不挂不开台。我昨天直接被圆圈呛说：“哎、欸，老板，我一按就过哎、欸，靠腰。”你只好扁他了，扁他。嗯。凡心是想要养蓝蓉哦。没有，就好玩而已啊！买夏日的那个伺服器就想养哦，我养了几千只了，被菜渣那个海底捞约走了。好玩吗？扁他啊！扁不赢啊！
赢不赢吗？对啊，金主你很会打架哎、欸。谁说的？我很好骗。不会吗？啊，你听谁说的？你不会吗？那为什么不会生呢、啊？哎，感谢带鱼救团。今天怎么不能开台啊？赶快去睡觉。真的假的？在哪里开？你说？没有说我的 YouTube 看一下。YouTube 有谁啊？我看看。哦，不生就是不生。我这边没有什么人开，就订阅人太少了。这边有木棉花、丁特拉、普拉斯、米可。你看好看贴图，手机看不太清楚哎、欸。不对哦，这是什么海洋靠腰？好像不是这里耶、欸。改错了，吐了，改错位置了吗？笑死，再来一次。完了，完了。没事，世盖总是，历史总是如此的自水。哎呀，静，干嘛？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什么东西超过一个月？都超过一个月。就是审核啊？你说你要重新的啊？对啊，好懒哦、喔，那我不过啊。仓域高度我知道啊，你们刚刚不在啦，我都知道、啊。你怎么可以又忘记啊？我很忙啊，最近怎么办？那请你重新吧。我要重新哦，我要吐了。对啊，这是温带啊。哎，石田晚安，不会啦。那个奇妙的也不错啊。上班要拆掉吗？这里？嗯，哎、欸，不对，等一下、喔，来不及盖两个嘛？对呀、啊，对，这不是哎、欸，前面还有个单字而已，前面应该有个 DEP 吗？必须说，大明的烤糖荞麦冻奶青是真的蛮好啊，超喝！没有啊，因为这个位置它还是我不够高，看一下哦，我装箱。啊，我大概知道原因了。嗯，我们可能要再挂高一点。嗯，好。所以我们还要再往上叠。你还有多的玻璃吗？有啊。那还要再叠几个？没有的话再去换啊，跟 NPC 换。大概要加多高？加多高哦？对，其实我们站的位置是对的了。嗯，来来来，再往下两格左右铺盖，16格远也可以。所以 Pokemon Speed 睡觉。我、哦、昨天好不容易睡满了多，水他 不要两格深，所以你是说这个塔往外放平台吧，是吗？哎、欸，有耐心等等哦。好的。真的是睡觉啊，就是你这真的是要睡觉，就不要去动手机了，除非你有那个啦，它一个东西叫做 Pokemon Plus Plus。
它好用的是你只要点那个东西之后，你的手机可以继续滑抖音什么之类的。我昨天因为番茄送给我那个嘛，哎、欸，那个真的是1700啦，不是1100啦，看错了，对不起。哦，对，那个就是你点了之后，它就是用那台机器在睡觉啊，那你手机可以继续玩没关系。太狠了，重点是不是昨天是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游戏维修？对对对，是因为刚好今天是维修。哎，优奈，我真的我也吐了，早上起来直接白睡。去拿挖光。优奈的直接消失啊！我也是直接消失啊，他那个记录直接全消失哎、欸！哇，你好可怜，真的。我也是啊，我直接没啊，白睡了，我气死。不要两格生，所以我盖一格就好了嘛。有奈龙去拿，我消失一半，拿黄色的。而且你知道我的超级鸡掰吗？他不是可以喂卡比兽吃饭吗？我做料理做到一半，他宕机，然后我回来。我是都是看好友的那个糖果后就闪退，然后我回来之后食材没了，然后卡比兽的那个琴键没加。你说我要去拿黄色的什么？抛光体啊！你在哪？你来了吗？我在努力。好惨啊！我怎么要挖光体、啊？没有啦，挖光体太多了。我不要，我也不知道拿什么来当建材。而且我们是不是被菜头骗了？他不是说今天可以玩吗？对呀、啊！妈的，大话金！大屁！这我是不确定啊，还是你蛮确定的？那很可怕。如果你确定他是那大鱼的他，把水下面一格全部不。那你麦克风帮拉大一点 ，OBS 16格远，我不知道怎么拉大、欸。OK， 没问题。对不起，就是麦克风那边有个音量大小，你把它拉大就好了。他已经在最右边了。哦、欸。哎，你有开台是不是？我就挂好啦，我挂着哦，我去挂。因为他要重新的哦。为什么？什么意思？他太久没开了。吗？他进的加班台结束之后，他就没开了。就没有，对啊。哎，他睡着怎么了？你该不会跟我一样盈利被回收了吧？我从来没有过。哦不，吐奶，吐奶，不会。你开去拿，我怎么没看到你？那我也去帮你挂台。怎么这么好？那阿静说什么？我说你乖乖不还你喜欢风之谷？看他讲什么？什么风之谷？说你们喜欢风之谷吗？我退坑了，我再也不玩了。我也退坑了，再也不玩了。我不是要问你要不要玩，因为我有那个咕咕宝贝、玉水灵跟雪吉拉的情报水。哦，是你那个吗？你 IG 周边吗？对啊。我想要哎、欸，我喜欢。好，那你可以拿走，你可以拿走皮卡丘的。哦，你拿了多少？我们，你说皮卡丘哦？水面左边下面这样的吗？熙攘的，就是一层水就好了，对不对？我记得没错，有看了。哎、欸，又那走。好。可以吗？我们等一下就是在那个塔下面往外延伸16格，盖一个正方形。我有一个在下面吗？嗯，等一下看我怎么。我有一个问题，来你问。对，就假设用那你的那个图奇还没过盈利，还没有合作伙伴跟那个实况盟友双开吗？对啊，那这样子双开会被影响吗？会。会哦、欸，我不知道，因为反正没有啊。它上面写的是，它上面的明文规定写的是，如果你是实况盟友或实况伙伴，你不可以双开。对，可是我有听说，如果你双没有那时候双开的时候，过审会比较慢，还是怎样？盖16格。是啊，这种白痴啊。就是可能会被猜，有人会对，有人可能会看啊什么的。对，就可能会被击败，所以建议不要，因为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听说啦，还是我的不能过，还是我的不能过，是因为我期间全部都是双开来的，可是我是在他双开之前弄的。这我就倒是不确定。然后呢，把它变成正方形的嘛？对，就是
他那时候维基上面也是说热带鱼会在那个就是鱼啦会在两格深的水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边变成没有两格深的水。嗯，我以为可以不用盖到这一步啦，没想到需要盖到这一步啊。因为他其实那时候热带鱼的生成机制有变，我想说就等他确定之后再来研究，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盖过。不然其实那个哪里啊，鲳鱼洞窟啊，嗯，如果水都排干净的话，鲳鱼洞窟比较好捞热带鱼。因为那是哪一个鹰兔优奈吧？哦，是优奈，他叫优奈啊，然后后面日文就是优奈，又只是个优奈，真的。我老是盖歪，怎么盖歪？我记得是真的鲳鱼洞，没有没有，它热带鱼新那个刷新的机制有变，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说什么1.8之后不适用啊什么这种文字，因为那时候蔡渣想繁殖，我就想说试试看，但是那时候看到什么1.8后不适用，那有三个频道。对不对？他三开被抓到啊？谁？我你有三个 YT 频道？有吗？哪有啊？可是我两个都看了，都没看到直播呢。是突袭啦！突袭靠腰哦啊！好，那是突袭哟！滴滴滴滴，我也是想到那个突袭。他本来就是这样命名的，不是吗？对吧？对吧？推去。谁啊？菜头吗？我猜不是，果然不是，是拉拉。喂，嗨，我不是菜，那就是蔡奇亚米。真的哎，改名字。我已经认识了三个叫优奈的。我来了，我要给你一个酷酷的贴图。那你是最可爱的那个。真的吗？他会讲话了。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哦。这个其实本来想对另外一个女主播用，但我怕我忘记，还是先来用。我问你哦，我总共有四个词，一个是我，一个是喜欢，一个是他，另外一个是女部的他，怎么让他变成完整的词？完整的词。对，我跟喜欢跟他还有女部的他。这四个词怎么变成一个完整的词？嗯，可以吗？你试试看啊。嗯，可以吗？你就讲啊，你是可以吗？不行啊，会一直都会多一个他，不是？你讲看看，你讲看。我喜欢他，他喜欢我。没有，就是他喜欢他。那你用掉了，只能用一个。我只能用一个。对，这四个词只能用一次。我这四个词用一次。嗯。不行哎，讲不出来。你是说不好意思开口，还是讲不出来？就是连不起来，连得起来吗？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你先把答案讲出来啊。我喜欢他。没有，答案是他喜欢他。答案是他喜欢他。对。那我呢？我喜欢你啊。这样子啊，对不起。啊，然后都那时候是看到这个啦，这个人在聊，然后想哦，这个我要学下。好会哦。然后就是忘记用。好了，你可以笔记起来。好了，各位学到了吗？好，凡心老师，这个都有策略。我想说你会马上讲完，还是说啊，可以吗？
什么可以播？我就想说他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可是我想不到答案。哦，嗯，对不对？嗯，明天雀魂要更新，你知道更新什么吗？更什么？轮椅的新造型，操！靠腰，哎、欸，你婆啊！干，应该不能说是你婆，应该对他来说你是他老公才对，他超爱你的啦。啊，你那时候不是狂抽到他吗？我记得没错，我抽到六超爱他的，对啊，我记得那时候你的看你在那边抽，他那时候要抽回夜机啊，然后一抽轮椅啊，你在放完光体的时候，你有注意他的方向吗？他有方向吗？刚刚观众说有哎，有我方向性哎、欸，真的哎、欸。完了，没差啦，我们不会在前面看到这个啦。确实，好，我们看不见。我的马铃薯炖要炖多久？我现 在思考这件事情。哎、欸，高高，晚上好。炖到它开花。啊、嗯。那你要吃吉亚冰吗？要。我要吃吉亚冰吗？好、啊。我要吃了。你要最喜爱、啊欸？我最喜欢吃吉亚冰了。还是草莓？我想要芋头的。我其实有强迫症，但是真的太懒了，懒得去。不然优奈好了，给你。不然就是优奈，你把位置不对的啊，给我弄好。好，哪里不对？我不知道。我们要依照着什么？你先告诉我你要什么口味的。我不知道。我要。我先去拿方块。哈密瓜好了。哈密瓜。原来真的有方向哦、喔，对不起，真的有哎、欸。没关系。哦，你在哦，我想都不说话。欢迎到德国在吗？我想说我还没有干嘛。我们可以去校内摄影。白痴哦，你说算了。嗯、我现在要怎么玩麦块？一边吃冰棒，会流的到处都是、嗯。我们五个人可以玩五个人的游戏呢，但是英雄联盟跟斗阵特工。你可以开那个、啊、视讯吃冰棒，你的人数就会变400。然后没有穿衣服，不是靠腰、哦，你就头只要在荧幕的下那个视讯下面再吃冰棒就好了。对对对，不用脸，你只要有嘴巴在吃冰棒。对对对，你就是你的视讯要遮到脸以那个嘴巴以下就好。那你说我在吃冰棒，没有冰棒也没关系。没有冰棒也没关系。这样子的话，应该没有冰棒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头不要。投一半在荧幕，荧幕外面就好了。视讯哎，来给你，给你自己弄。你可以看着麦块的海发呆，把冰吃完。哇，真的有哎、欸，这个温度赚的啦，赚的啦，赚了吗？赚的啦。嗯，赚到。有什么是五个人可以玩的、啊？除了英雄联盟跟斗阵特工以外？其实很多哎、欸，我真的游戏库真的很多，只是我怕优奈不喜欢。我怎么这么难搞啊？还有《世纪帝国》跟《信长》还没搞过，不知道。要试试看吗？不行，太危险。哦，就好像打信长挖镜。如果开视讯镜头的话，游戏就会有十个人都很难。怪怪的，话会变得不敢讲。现在还留着继续打的人都跟鬼一样，别说不敢讲，你连笑都不敢笑了。真的，我是看着镜头就没办法做事的人。我有镜头的，我也是哎、欸，障碍真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叫我开视讯，什么真的是变得跟智障一样，跟拍照一样啊。对啊，我好不会拍照、喔。少来，真的啦，很久很久才。会拍，我已经超久没拍了。你说宋朝时候吗？宋朝有只青蛙。我宋朝的时候就在了吗？没有啊，因为阿青那时候讲一个很烂的笑话是观众给的啊。他说：“那个爷爷，我想听故事啊，有没有？还是爸爸，我想听故事。”他说：“从前，我要听历史故事。宋朝有只青蛙。”从前有只青蛙哦，我懂了。然后说我想听历史的故事，宋朝有只青蛙。讲成宋朝就变历史，不行，我要吃。
然后化掉了。有人会生气吗？谁啊？你怎么看我聊天室啊？走开啊！不可以吗？不可以吗？不可以。我们这是我跟聊天室的秘密。你赶快吃啊！可是我也要挂兔兔的点数哎、欸。那可以。真的要换他的那个结尾。干。你敢不敢不要开 YT， 改开图奇啊，鬼鬼？图奇比较多互动的东西耶 ，YT 没有哎，是没错啦，图奇互动性比较好。可是他努力的拿到了 YT 的盈利了，那他可以剪精华出影片啊？干，太硬了。他如果会剪片就好了。他可以请拉拉。好，我会上字幕吗？那就没问题了啊！没错，一刀未剪，只上字幕，有吧？哎、欸，那很累哎，真的很累哎。你都不要讲话，会比较轻松哦。真的，哑巴台，等拉拉会剪片，我就要拍片。开始培养。对啊，交给你了，拉拉。他没有答应你。你说免费劳工吗？怎么可能免费劳工？廉价劳工用肉体还不算是那个、啊？不会啊，我一定会给他，我一定会给他那个、啊，一定会给他什么？一定会给点什么？给他一拳。我会给你两拳。哦，哎、欸，那你还是赚到了，买一送一耶！真的，农夫三拳。来啦 ，all in 啦，三一八八，好，哪国人 ？is 足以。笑死！老师们想玩一个叫做螃蟹游戏的，它就是跟鱿鱼游戏很像啊，但是真的很强，很悲戚。指定免费游戏。听起来好疯哦！会玩到嗨的那一种哦。真的吗？嗯。哪一种？临时压力太大，玩那个可以解压的那种活。真的假的？那我要玩，我压力真的很大。我去找一下，你们等一下可以。我压力大到我每天都想要把花瓶砸破。那你不适合玩。我怕你玩这个会玩到把键盘砸破。你知道我以前真的是大学的时候，不是我。可是能讲啊，算了，那也没差。反正就是我们班上有人，也不是哎，感觉很讲啊，算了，还是不要讲，不要讲。人，那我们要胃口哎。啊，反正就是我知道有人会玩游戏玩到，他会把滑鼠丢出去，然后有一次丢太大力，弹回来打到自己。廉价劳工还是廉价劳工？原价劳工听起来不好、啊。老公，天哪！廉价老公是三小，放清明廉价会出来的男朋友啊。这款游戏，过来菜头是放飞机啊！看礼拜几？礼拜六、礼拜日跟我们说。真的，他真的西瓜皮耶、欸。你剩下给你。傻小，这傻小。他就很强，但是他可以到几个人，五十个人吧，所以可以跟观众同乐。你是有去看芭比吗？没有。完蛋了，老师，我没有了。够了，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有吗？我当然没有啦。去哪？转圈圈哦，这真的是台风啊！哎、欸，台风你那边会不会怎样、啊？就是听到天花板会拍手啊！三小，
因为铁皮屋啊，所以那时候有一次天花板真的快掀起来的时候，我爸连忙去拿了铁丝把它捆起来。哎、欸，还别说，还真的蛮牢固的。铁丝一定可以。嗯。啊，其实从上面往下看，哎、欸，好明显呐、啊！我的天呐、啊！哇，好明显！你说那个花纹吗？对。好。你从上面看，你从上面看，你从上面看。挖光体吗？我刚刚有看到等于啊，一个等于突然变成直线 ，II 变等于。我去。没有，你从上面看看。我看尤奈没办法从一格水上面起飞，我就觉得很好笑。太彪了，那很难飞啊。有哎、欸，有。有没有？你有感受到有等于了吧？有哎、欸，完蛋！我来找，大家来找茬。没关系，你先不要找茬，你先上来。好。哎、欸，好啦，你先上来，你先上来，上面看其实还好啦。说服自己。金门这边遇到台风，最高纪录路上好不好走吧？我们之前 CWT 的时候，路上那些台大的树全都垮下来，超恐怖的。哦，对耶，对不对？我有一次超白痴的 CWT， 9:30还没讲说，就是政府还没发布会不会停班停课，然后我们都到场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到了之后，他说10:00的时候说停班停课，干定地啊！啊，东西都已经寄去了、欸，哎、欸，为什么还是没有？他只停一天，但是我人已经到了，对啊。然后你知道有多恐怖吗？就是我那时候坐计程车是坐一坐，他路数倒下来，我们在玩那个马里奥赛车，就坐一坐那个路数倒下来，然后计程车司机说要修我，然后还转急转弯。还是没有哎、欸，烦哦、喔！怎么会这样子？黄照，其实这个我想要私下盖，因为盖失败的话不会丢脸。没事啊，就像我之前玩的盖一个超大地狱门锁之类的，完全位置都算错。哎、欸，下来就升，不对哦、喔，不对哦、喔，不对哦、喔，看一下，下面还要再加升吗？不用吧。今晚好想玩，终于吃完了。好想打 NG 哦，这样盖没错啊。你要打 NG 啊？我想玩那只新的狗狗，没人跟我玩。那只狗不是现在真的是狗脚吗？它就特色。你人最好了。但是你等我把影片看完。啊，没事，你慢慢。我把打牌关掉。哎、欸，到底干林德嘞？哦吼吼，这会被 PR 气死。我每次剪片剪一剪，我的 PR 就突然开始耍脑残，快气死！我皮卡 PR， 这就是 PR， 就是原本预览都正常，然后突然他会突然没办法动，然后当你发现他没办法动的时候，你就不能强迫他再动，因为你会直接有耐心，你会直接当没有办法动的时候，还是可以存档。对，然后你要赶快关掉重开。原来那不是我的问题哦，那时候还以为是我菜，不知道按到什么，他全部，我想到全部都不能按三小。啊、那只狗要打哪里？打野吧。对，江狗。啊，那只狗是打野哦。哎、欸，他很快耶，他打野有三个人帮打，哎，帮扁。对吧？鱼的入口没有啊，因为鱼它会生在湖。就是气泡柱以外的方块 啊，就这四个。阿拉拉嘞，他会生在这四个。他打吗？可是他不喜欢打人狙、啊。我在弄东西。还帮他剪片。嗯，不是。对，他在帮我剪片。开始了吗？对，他在帮我剪片。时间表。等拉拉会剪片之后，我一定勤劳上片。妈的，每日一根，不要开玩笑的。好认真啊、哦！每日一根会死。你压的是拉拉的肝。我觉得如果你讲话字正腔圆，你可以用大陆的软件，你讲话它自动帮你上字幕，你的字幕就不会错了。你是说软件吗？对对对。然后拍视频吗？哎，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然后校内摄影，错了。那
校内摄影是很免费看的。他们就听不懂什么是校内摄影哈。我不懂，怎么没有升？这是高度问题。那高度问题好解决了，来，我们再上去，对啊，一点。原来我好想要 VIP 哦，那还不行啊，北七哦，他没有，不行吗？他 VIP 不用限制那个吧？要实况盟友吧？不用，我记得不用、我的频道也可以 VIP 啊，可以啊。哦，他是你斜线 VIP， 然后打 ID， 然后退取 ID， 或者是你可以打斜线 TIM MEOUT 600，然后再打龟龟的 ID。不用啦，他直接去管理员模式 ban 就好了啦。斜线 VIP， 然后龟龟 ID。这带鱼怎么那么难懂啊？跟我们那时候做荧光墨鱼塔有点同样的感觉呢，做一做它变成一个完全的生怪塔。我的 ID 是那个啊，巴拿拉卡米啊，刷新。我现在记得你的 ID 耶，这是你好早之前的 ID 哦，巴拿拉卡米。可是这个已经是，你看哦，它现在才生出来。要有挂号吗？不要有挂号。不用挂号，不用挂号。这是鬼鬼吗？你看，其实下面没声了、没有，其实没声怪了。你给了吗？给了，我按个贴图就知道有没有。好，你按看，我不知道。我找一个酷贴图。应该不是太亮不生鱼吧？不是吧？蛤，鱼会受亮度影响？不会啊。有了耶、不过你的台转圈圈了，有奶。哦，怎么办？我没有干嘛哎、完了，网络在搞。哦，有了，恢复正常。为什么啊？拉拉在弄什么？你在哦？你在弄那个、哦？那个还有什么要弄的、哦、吗？那、你刚传的那个图怎么不见了？你刚传你写的那太乱了。哦，所以你收回了是不是？对。你想要？你要重写吗？你想要？你可以贴在记事本啊。好。你想要我就传给你啊。你传、真的蛮卡的。我比较好找，那 DC 会被死掉。看一下卡一下，我也不知道哎、欸。你也很卡吗？他们说我刚刚断了。看来台风，我刚刚、真的、看来今天大家的网络都在卡，那就应该不是人的问题。哎、说到台风很靠腰，我今天去买菜，干高丽菜已经一颗85块，什么有病？我操，妈的，投资高丽菜，直接偷偷 K 给，你知道在？台北站的时候，那高丽菜才多少钱嘛？才20块、欸。我永远记得之前有一次最屌的是，以前买菜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他都还会送你一把葱什么鬼干，然后有一次不知道是台风还是什么，就是一直下很多那种暴雨还是什么梅雨季哦，然后那个干那个原本免费送的葱一把变成60块，然后两根。哎、都卡，搞不好也是图奇的问题。我去看其他的台下，我可以去看一下。看一下啊，老皮。哎、我要按老皮，有一点卡、不然我去看国外的啊，我看国外的卡不卡，就知道是不是台湾图皮在搞。国外不卡，我看国外的都好顺。有人说早上买半颗80，好贵。半颗80，半颗80是大小。恐怖啊！靠呗，半颗80，那个铁板烧店一定都不炒高菜给你，全部变豆芽。看半颗80，我操，去真的是抢劫！买你要花半颗高丽菜的钱，你要花80块买一个
半颗高丽菜的钱，你要花一餐的钱，一餐的钱买半颗高丽菜。对，你不如订阅我们。有啦有啦，隔壁有几个人台也很卡。不如去买欧妈妈靠杯有肉吃呢，吃不起菜吃肉啊。真的哎、欸，吃不起菜继续吃欧妈妈。一个高丽菜已经可以吃一只鸡腿嘞。我、哦、干，好卡、哦。原来是被诅咒了吗？我看没有，我看台湾的台时不时都会转一些。我开国外的，我现在台湾开了五个台，国外开了三个台，国外的都不卡。还是我今天不开了，关掉。还是我也关掉了，我们去玩游戏。我看你好了，我看你好了，好了啦。我看繁星的又在转，我看阿谦的是不是也在转？然后原来的也在转了，然后国外的都没转。对对对对对。台湾全挂，台湾全挂，看来台湾突袭爆了，台湾突袭爆了，没办法啊，我们就海底缆线破烂啊。应该是退取台湾的线路有问题了，我猜啦，因为国外的都没事啊。鲨鱼咬屁股，鲨鱼咬屁眼。好烦哦、喔！怎么会失败？最好去看国外的台都没事。哇！你们两个的台直接黑掉了呢？我关掉了。对，繁星的也爆了，你的黑掉了，直接变成黑板。哦，原来关了。啊！哦，我才刚拿到 VIP 就没了。嗯。裂开，大裂！我靠！我靠！我刚看的国外的那个台原本才3000多人，现在直接飙到6000多人。台湾的难民，对，难民都跑过去了，牛逼，牛啊！大家台都突然瞬间，那个人数直接补，哎、欸欸，回来了，好了好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又动了啊！跟上次那个事情好像哦、喔，我上次有一次先断掉，然后断掉之后想说啊，我不开了，不开了，好烦哦、喔，又突然换成就是全部人都断了，剩下我还有菜渣，还有某几个幸运的人。对啊，然后就被逼，就他们就来避难了。对，我就那时候突击飙到快300人，那时候好像玩萨尔达吧，玩五十几个人，突然飙到200多个。完了，他又卡了。哎，原来关掉了，我关掉了。哦，又卡了、欸，繁星的又卡了。不知道，关了，关了，关了。不，完了，没了，又没了，不能挂兔兔点了。对啊，我的兔兔点。